our voicebox.sg.杨培安的痛也说不出口的我、他们两个都是实力派耶，怎么办、都唱了没有梁丽而已，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，梁丽而已，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。开心哦。OK， 你是来自明治中学，中几？中三。OK， 所以你现在刚才裁判让你唱两次的时候，对，你都很紧张。会，他叫我唱多一个歌，反正我没有准备，就很怕咯。所以你是第一个入围的参赛者，你现在有什么话想对你的朋友们讲，还是对你的家人讲？我不懂耶 ，It's like normal 咯，很开心哦，不知道要讲什么。Okay, 有没有希望以后进入围以后，让你的朋友帮你多打电话？对，要帮我多打电话，以后进去。今天你准备了什么歌？亲爱的，那不是爱情。是谁的？张韶涵的。他是你的偶像吗？不是。为什么你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因为他们说我声音像他，然后我就想选他的歌咯。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像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德烈初级学院的郑维良。我刚所唱的歌是那英的《征服》，所以要我清唱一段吗？可以啊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剪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。我是心仪，今年十七岁，然后就读 IT College。然后我今天是为了林宥嘉才来参加的。如果你进不了决赛，你是看不到他。It's okay, just try it because I also like singing, yeah. 那你觉得当一个 Campus Superstar 最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特质？一把好的嗓音，然后也突出的外表，对。就是林宥嘉是有这样的特质吗？林宥嘉没有。大家好，我今年十六岁，我叫 Elton。我舞台风格在多一点，抒情还有一点摇滚。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。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。破个空传来，反弹破茧地带，快快快，反应不过来，哦哦哦，颠破个空传来，反弹破茧地带，快快快，反正你不懂世界期待，哦哦哦。小鹿，我的手被挡着，走你习不习惯？你的谎言紧握不到我。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。小鹿，我的怀抱当然如你习不习惯？你给你照片看不到我没办酒的孤单。世界再大了，可真心就难互相取暖。想念不会走乱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开始我唱我爱的人，就是很沉重，然后很大声，就讲他们就叫我唱这首歌，我就讲我可以换歌吗？我就唱忘记，他们就叫我放轻松一点啊，然后就让我进了，就唱到一半就，然后就突然间很开心。
难道说选择了忘记而解放了自己，是否就拥有挑战爱情的勇气？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只想要哭。我是李一贤，我来自尼亚小中学。我是李一贤，我来自尼亚中学，我今年中一12岁。爱是无辜的风筝，拉扯最在乎的人。情意是我还在注定一个人流浪。爱是断线的风筝，挣脱一开始的梦，黑暗中一步步的坠落红尘。